借两个人去搞，两饼总比我要上上买个500块的物件，唔免啦，200块，来麻辣系列200块啦，200块，谢谢。阿公你阿叔你帮我收起，好啊，够起啦，我够啊。意大利面里面咖啡拢无啊，剩迄个番茄的哦，吼，啊，搁迄个明太子酱的，吼，剩这两种咖啡。假嘢，咱出酒酱加三包米啊，我们100块上面写100块，100块，你钱哦，我打开门烤面哦，100块的。明太子还有番茄，来大哥那边上面烤面，番茄还有明太子酱。中了啦，我两包来。是诶，几个？大爷啊！你上面烤面。番茄。番茄100包。一两包，来。谢谢，来。好，里面上面。明太子，这明太子我会讲，这个我加气势哦，来。再加一包，好，来，不是这一包，你啥物口味？明太子，来，二一两包呀，一包，来，二一哦，好啊，一包够有咩爱无？有，来加你加一个。番茄加迄个明太子酱，明太子也是起司的啦。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啦，你要看咩？两包，两包，我两箱拢一起啊。你那边个一包，二一哦，来一包了。个人要买100块无？那无我就收起来哦。拢有啊吼。我收起来了。来，啊你个要食啥物个？我讲诶。咱个要食啥？你刚好顶级花枝。顶级花枝小白刚好招。来，阿芳去摕。好食无？顶级花枝是要买上侪人家倒的，我嘛是小弟啊，成本上贵的，恁的厨房都厉害。虾仁鲈鱼丝都够好食。虾仁鲈鱼丝我无在，成本可能贵，我然后无在来现场，大概在，拢我变了钱，我来无爱炸。一箱了。好，这一箱了。啊，恁这人家好食歹食，恁免跟我问啊，你问伊就好啊，问伊就好啊。今仔日唔是一个人来，我无落一箱啊，太侪人啊，太侪人。咱就卖阁介绍，我大概简单讲这啥物物件就好啊。伊这内底有甲你加火鸡甲虾仁啦，吼，火鸡甲虾仁，这种物件料理当用煎的甲煮的，两种料理的。这无味无甲红红迄种虾啊，吼，这顶级叫啥？顶级花枝虾排就是火鸡甲虾啊，煮啊煮甲煞百八两啊，煮甲煞3-6，唔免啦。我这200只，请你食4包拢我哩好无？200了，来200块，歹食，歹食你可以当起来还我，我会当钱还你啊，无要紧啦。来两个啊！我讲话送话啊，你著加起来，我钱就还你，我无啰嗦啊，200块啊，4包。来200啊！下两杯你买啦吼，下两杯我收啊，好嘛？来，我今天也是想来看这个，几十块啊嘛，无啥要卖钱，拢有啊吗？100楼啊，40块，100块楼，100块40块，100楼，100楼。好，两个台啊！啊无啊，卖了吼，好，100楼，猛卖猛吃啊，吼，这箱卖掉无啥物哦，因为大家比高银啊。好，来，哎，过来要吃啥？我以前我是去那边等我一下嘛，嘿，还袂到遐嘞，即摆人家你排队的吼，已经点菜点十几号，你搁有去等我等吼，来，来啊，来，来，我只有十个人家生活平，来来来，等下等下等下，有可能也无了，你飞飞了。这包是3斤半的佛跳墙哦，吼，海鲜公佛跳墙，3斤半，我都讲一届吼，成果够几箱？够3箱。我存款应该存到3-4箱啦吼，这是真正讲真的吼，这是真正不卖讲了钱啦，本钱也你卖定的啦吼，这真正讲真的，这即摆起到无臭无臭啊啦吼。啊，我来讲，你要食这包3斤半的佛跳墙的人家，先客钱的先赢，真两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规包满满拢是料，若无影你起来退钱，一点卖1000开800，一瓶5块落啊，开200落啊，来200块落，收钱落啊，200块落啊，200块落。200块了，200块了，来200了，来200块，200块，200了，阿奶啊！来提钱啊！好多股两只，100只，300只，只 OM。来500，无啦，我无甲你送1500啦，我2只白鸡甲你送600，一只甲你送300啦。你会当阁送一届啦，我无白送，你会当阁叠一届啊？你内底有2只白鸡，一只迄落啊，一只乌的对无？迄2只白我还送600，迄只乌的该送350。来200个有要来无？来，阿公你去收起。来，你敢有要食台式盐酥鸡？全只200拢无啊，200好啊。来者。这拢卖了啊。来，来个要啥物？都安尼对无？还无，还有啥楼啊？会啊，来啊，起来啊。
那五百。嗯。阿叔，你给他退一百。你要走呀？不然我你又要叫我走？好，没有走。没。啊，你又没啊，讲笑啦。我你住在遮尔啊？哦，我住在新店。新店啊？林店。哦，我住新店的，你行。这边五百路。五百路是对，来五百路，啊五百路啊，下几只？来两架 OK 哦。来。来五百楼上面只有四百楼哦，四百包。来交钱。四百楼，怎样用？我讲先收钱。这五百楼，那二这比两百楼的五百坐，这比比的八坐，这当二十几台五百。这包够你四百楼。来五百楼，够买只无？四百块楼啊。拢有啊，到楼尾要两百块试只看卖无？两百块。两百。有啊、哦。谢谢，来感谢你。阿妹，你买什么？我收起来好看。真侪物件，阿妹啥好好看啊？啊、这个你今日买啥物？是要食啥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啦、啊啊。你现在讲要食海龟子，这海龟子真系当会炒蒜头、辣椒都好啊吼。啊这吼、哦，切个丁啊，这样、啊。这你阿买阵食好，啊无你阿煮冬瓜、炒菜瓜来。来。来，你要食海龟子的人家吼、哦，这一包炒了，一盘炒百二，这一包炒廿三六，三六加三六偌济？两百六。来两百块，海瓜子两百块了啊！来两百了，一包三了，两包七了，二两百了，两百块了。一包三了，两包七了，二两百了。我跟你讲，八十几绝对就是伊啦。因为关庙啦，你甲问我有买八十几无？你甲问。哦，关庙买四十几嘛，啊，迄个泰式也买四十几嘛。这两百块要挨无？啊，迄个绝对讲买七十几啊，就是伊啊。啊，多我来买，拢有啊吼。到人要买一百块，当去食好卖无？一百块，这迄个海龟子吧。有啊啦吼，谢谢，来收起来。来，过来，恁买啥物？来，迄、那个来，恁来食这個好无？讲真正，这足好食哦吼。来，伊这免煮啊，这退冰就会当食，这都免煮。这我这阵仔拢卖了袂歹哦吼。这叫烟熏卷，这当个切起来愈薄愈香，这烟熏卷。这内底有六只至八只，这外口切了一只百二做零半啦吼。这内底六只切了嘛七八百块，两百咯。来两百块咯，两百块咯。来两百咯，来两百块咯。小姐啊，两百块咯。来两百块，要食烟熏墨鱼无？两百块俩。哦。喏，两百拢有啊吗？烟熏墨鱼。有啊，我来收啊吼。来谢谢，来，我收起来了吼。给我办。来上面一个萝卜糕拢无啊，百五块一条嘛，对吧？没有了，一百五了，来百五。你要三百啊？来，拢我去办。来吃两个啊。三百。百五块，来买一个萝卜糕哦，卖了哦，一百五。萝卜糕，春水堂的萝卜糕，百五了。有啊，来谢谢，来收起来了。来，要买只什么？想吃什么？卤肉汤，边个包的？一味九味客的，挂冰糕客的。来，要买什么？披萨。披萨客啦。啊，串流，来披萨，我今日做啥物？做皮卷的三百二啊，我要，啊你拢啊唔肯报。来，你要食皮卷披萨，我来讲啊，我来介绍啊，你注意听我介绍。伊这规包内底用料，披萨用用料用起司，伊有啊含我一块八十两块八六三块二啊，是卖三百卖二啊，我一百了，来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了啊，大哥谢谢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这上少上好食啊，一百了。你怎么样？烤箱烤好了，无面无角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两面来吧。一百块还有要吃吗？有一个找啊，一个找，一个找钱要时间啊，哦，找钱要时间，一百了，来一百，来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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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个一百，上面一个，来边啊，谢谢，来坐啊，来个，要吃什么？有什么鱼啊？鱼啊，你找钱啊？生食鱼干贝。生食鱼。一黄鱼、蛙鱼哦，红烧哦，来，生食鱼上面吃，这个分百海道的生食鱼干贝哦，日本北海道，想要吃卖一千块，啊无安尼啦，买两包啊，好无？卖三千，卖两千啊，一千落啊，来一千块落啊，生食鱼，你要五百落啊，来五百落，来个后尾五百块落五百块，五百落啊，五百块落，生食鱼北海道，来五百干够未啊？五百块落。拢有啊吼，来谢谢，你也收起来，有鱼的，来你客气，好啊，来卖一个，一个你也收一个，你帮你收一个，来，我来卖一个飞机员的好不好？这飞机员当会煮汤煮面煮的锅吼，来，
啊，甲过一寡鸡蛋番薯落去煮嘛，袂歹啦，吼、哦，来。想要食飞机丸，人家卖300开，伊也给200，上面吃花枝丸，200块落啊。来200块，到后要食飞机丸的200。200块到后要食花枝丸的200块落，再搁送啊夭壽，你甲看这飞机安尼咯。哦，200落啊，再搁送你哦，再搁你。来200到后要食飞机丸的，200块落啊，花枝丸，有啊吼。来200落。来飞机丸200，刚过要食花枝丸。我全部才收两个人家，你唔捌买过，试食看嘛，一半一百落啊，100块，100块到后要试食，100块落，100最后一个上面食100块，最后这100块上面食100落啊，收钱哦。来。过来，你要食啥物？上面臭，上面保利龙。嗯。你放心。来，人家说讲要吃啥？啊，鱿鱼啊，鱿鱼起起。你要啥？好啊，我鱿鱼甲白白换你就好。来。来，这鱿鱼上面吃300块了，一只饼子了，我小恁吃啊，300块了。来300块上面吃300了。等下啊。这鱿鱼啊，这当然你会当烘，会当炒，拢会炒。一尾做三尾鱼啊，我两尾五百三百，我三尾给你啊，我四尾给你啊，我五尾给你啊，五尾无够啊，这尾给你啊，六尾啊，真好爽啊，300了。哎，我叫你，好啊，无啊。